我们今天破天荒的好好的来叫我们的观众朋友，需要我帮忙？忘了，对，这样也可以，那你不要再看。可以吗？看得到，可以。你椅子调在我旁边哈，我要给他开始。今天要争议哦，我们今天就台湾万花筒播出以来有史受最受争议的话题，今天给他争议一点啊。来，我们各位贵宾，大家好，哇，大家平安哟呀，来，你可以靠近一点，靠近我哈。我们今天呢，神秘嘉宾啊，我们叫神秘嘉宾 X 先生啊。这个前天呢，台湾呢，立法院呢，三读通过啊，我们台湾呢，同志婚姻法已经通过了啊。然后我昨天呢，到台北又参加了一个世纪大婚礼啊，这个婚礼很特别啊，就是汤浅老师的这个榜石啊，我们的。这个帅哥星汉他的婚礼了啊，我们呢星汉呢跟呢这个嘉鲁昨天的婚礼呢在台北新庄的典华饭店，那这个婚礼给我很大的震撼了啊，英文叫 big shock。那为什么汤浅老师会震撼呢？啊，因为的话，这个婚礼呢是异性恋的婚礼了哦。那异性的婚礼的话，可能大家呢都参加过很多次了啊、哦。不过呢，他让我震撼的地点呢，就是啊，在婚礼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有伴郎跟伴娘？那昨天呢，星汉呢跟呢嘉鲁呢，他们有准备了5对的伴郎跟伴娘哦。那这个伴郎跟伴娘呢，总共有5对，对不对？当中第一对好特别哦，林彦志你好。第一对怎么特别，你知道吗？第一对的话呢，两位伴男伴娘都是男生哦，这也是让汤浅老师非常感到这个兴奋的地方哦，因为呢，代表呢我们台湾呐、啊、这个同志啊、平权运动呢，我们又更迈向前一步了。因为呢，法院呢通过了嘛，对不对？是立法院通过了啊，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对呢我们同志呢啊的身份的朋友呢比较呢啊用平常心来接纳他。林彦之说他是谁？他是我们的神秘嘉宾啊。我问他一下哈，A 到 Z 你要用哪一个？你要用什么先生？A B C D E F G H I J K。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C，好，神秘嘉宾 C 先生啊，C 先生呢要来跟你分享哦，同志不为人知的一面。大家对同性恋呢，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而误解哦。那今天呢，很高兴为您访问到 C 先生，他愿意现身说法。你准备好了吗？我今天的这个题目都会很犀利啊，但是这些都是哈，我们呢不认识同志的朋友，或者是反同恐同的这些朋友，他们常常要问的啊。今天透过呢，西先生你好不好现身说法啊？你不要太在意好不好？今天汤浅老师呢问的问题绝对都是很耸动好不好？啊，由你来真的回答好不好？来。谢先生，先给我们一个基本资料好不好？你今年几岁？28岁了哈，28岁。几岁发现到自己就是同性恋者？国中几年级？大约国几的时候？10岁。10岁左右，扎胚，扎胚还没有读国中呢，扎胚只有国小3年级。还是12吧？啊，你觉得大概国一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国一差不多12、13岁。哦哦，好，
所以是23岁，西先生发现到自己是同性恋，怎么发现的呢？国一那时候怎么会发现？自然。自然发现是什么意思？是对男人的身体就会有性欲吗？嗯，不是，就是喜欢看男人的小弟弟。嗯，不是。那喜欢跟男人在一起？就是蛮。蛮怎么样？就是觉得他蛮帅的。哦，就欣赏男生蛮帅的。那你那时候国一哦，大概13岁，对不对？那你欣赏很帅的男生是同学，还是老师，还是体育老师，还是哦班上的同学就对了。哦，就欣赏那个班上的帅哥啦。国一就帅啦。哦，跟那时候弟弟都还没有长大，哎，都小小的就帅了。是可爱还是帅？哎，那我想请问西先生哈，那时候发现到自己比较呢，这个欣赏班上帅气的男生，对不对？那班上美丽的女孩呢，你会对他们有性冲动吗？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就是看男生，不会看女生，对不对？那我想请问西先生，知道自己这种状况那时候了哦。跟现在可能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内心会有恐惧吗？怎么会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不会。不会，那你已经知道那个就叫同性恋是不是？嗯。那你在国一那时候，你那个同性恋的这个知识尝试，对不对？你是从哪边得来的？网络。哦，都靠网络。哦，网络只要打同性恋。啊，然后那边就会写的，就对，你就是靠网络的讯息啦。嗯，对，是这样子吗？哈，好，哇，我看一下，我这一只刚好没电了，你知道吗？来，我来看我这一只。Hello， 我有预备的，你知道吗？因为越讲越激动，不过我这一只有点问题，你看这一只会不叽叽叫。Hello， 需要麦克叽叽叫哈，好乖，谢谢你啊。哦，你看又在叽叽叫，还是听得到你叽叽叫，还是这样子唱歌也不行，它是会吱吱叫的。我知道这只本来就有点问题，你觉得是这个地方 ？Hello， 谢谢，哇，好，希望不会叫很大声了，还听得到了哈、哦。谢谢我们嘉豪光光哦，这个来我们观众朋友对同志呢。的疑问你不了解的话我们都可以来哈。我们谢谢我们的君宏，君宏说父母亲能够接受西先生你是同志身份吗？你现在父母亲都还不知道吧？嗯，他问你父母亲能够接受吗？嗯，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吗？因为你还没有出柜嘛，对不对？哦，所以父母亲还不知道哦。通常父母亲要能够接受的不容易啦。我是觉得说不要随便出柜哦，我也跟人家不要随便出柜。来，林燕姿，帽子不重要，帽子在哪里买的不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一家已经关门了，在台南已经关门了哦。来，今天呢，我们呢，请到西先生来跟我们分享哦，同志的议题哈、哦。好，那我请问西先生，你在国一的时候发现到自己是同志，你会爱慕呢班上的男同学啊、哦，然后呢？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不会。那你会告诉班上的男同学吗？不会。会想去摸摸他吗？嗯，还好，欣赏就好了。欣赏就爱在心里口难开就对了。对。哇，这一份爱在心里口难开就欣赏。那时候你会想要改变自己吗？有没有想过啊、哦，就爱男生不大好？赶快来爱女生，改变一下，会不会想改变自己？嗯，不会，不会。好，所以呢，你在13岁左右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嗯、对吗？对。然后的话，到现在几岁了？你现在几岁？28。28。对，28。所以同志的生涯有15年了，对不对？好。然后的话，来。你有没有呢在这个求学这个阶段，对不对啊、哦？然后因为呢爱上的这个同学啊、哦，然后呢同学没有办法接受你的爱，然后觉得很痛苦很难过的经验有没有？嗯，没有。没有就对了。好，这个是你没有。那
好，那么说一下你第一次的同性性行为是几岁的时候？到高一的时候。好，高一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读哪个高中吗？台南。台南的高中叫什么名字可以讲吗？不方便讲。不方便你就告诉我们没关系。你高一呢就发生第一次的同性性行为。这个高一发生同性性行为那时候大概16岁，你也未成年哦。那对方呢？对方是比你大比你小还是他对方的年纪比我大？大多大？20。对方是20，你就16岁，他20岁。20。好，那你怎么会认识这样子20岁的一个男生呢？从哪个管道认识的？网络。还是网络啊？网络可以去认识同性恋者，是什么网络啊？那个网络帮我们宣传一下，有想要的。现在还有那个网络吗？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从网络认识的哦，他是20岁，20岁他还是学生吗？那时候出社会。哦，他是社会人士，你只有16岁，哇！然后呢，你们第一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地点在哪里？饭店。哦，他带你去饭店啊。哦，那时候会不会害怕？会不会紧张？还是很高兴就跟他去了，还好。然后 我请问你，这种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要不要学习呀？你第一次你会吗？你知道怎么做吗？都要他带你吗？还是你自然就会了？就自然了。你真的自然就会了，是不是？那人家说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有说1069，是不是这样子？嗯，对。哦哦哦，然后的话。一零的话，一跟零你是做哪一个角色？你是扮演一还是扮演零，还是都可以？都可以。哦，都不分就对了。你本身是都可以就对了。嗯，对。好，然后呢，跟那一位20岁男士发生第一次的同性性行为，这样子你们相处在一起有多久？嗯，跟他后来有没有在交往？没有了。没有。蛮短的。蛮短的。哦，那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会分开了？就对方劈腿。哦，对方劈腿就对了哦，所以他算是会劈腿哦，所以就伤害了你，你就跟他分开了，是这样子吗？对。所以你那时候对第一位这个的这个性行为的对象，你是对他有爱情的，是不是？嗯。你是有爱他，有喜欢他。嗯，对。所以才把自己献给他。对。哦，那我了解。好，我们各位好朋友哇，我们呢祝贺呢台湾呢在先人的努力之下，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呢这个我的好朋友这个陈俊志去年呢心脏病往生的，他就是拍呢我们美丽少年呢这个同志的纪录片的导演然后我们看一下齐家威老师他呢在台湾推动同志教育运动已经30年了其实呢这个都是很多人呢他们付出的心血劳力精神才有今天呢我们台湾的同志平权运动。那今天台湾万万同也很高兴为你请到呢我们呢有15年同志身份的西先生来我们的节目现身说法让各位更加了解同性恋它是完全是天生的，不是他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西先生，你觉得是吗？你觉得同性恋你是学坏了吗？你是中邪吗？没有。还是你是心理有问题吗？没有。哦，完全没有，是真的是天生的。嗯，是天生的哈。好，那再来谈谈哈，这个你这15年来啦。你呢这个有没有跟同性之间谈过感情就是说有你龙我龙有相爱的那种经验是有就对了有大概几年前蛮久了忘记了忘记了那你们同性之间的这份感情持续多久持续了几年最短
一个礼拜。最短一个礼拜，最长呢？三个月。哦，对呀、啊，啊，三个月哦，最短一周。哎，最长。三个月。三个月。对。哦，对异性恋的这些朋友来讲，其实都挺短的，你知道吗？最长才三个月，为什么？西先生，我们曾经想过哈、哦，为什么同性恋之间这个爱啊，对你来讲最长只能够持续三个月？难道你不想让它久一点吗？想啊。啊，为什么？这原因为什么？双方的问题。哦，双方都有问题了，来。我们不要说对方的问题，说说你这边的问题。你觉得你的问题出在哪里？蛮久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对。我想，我们今天透过呢，今天这个访谈嘛，哈、哦，我们呢不是要挖你的疮疤，而是把你的经验给我们其他的同志朋友，甚至呢，我们呢异性恋的这一些朋友也能够透过今天这个访谈，他们来学习。对呀、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三个月后，你刚才讲你第一任因为对方劈腿嘛，我们可以了解。那你这个三个月的，对不对？已经好不容易三个月了，爱的火花已经，爱的小苗已经在成长了，对不对？结果是个性不合四个字，哇，这个好抽象哦。那异性恋也会讲，分开是个性不合哈、哦。能不能谈一下个性不合？能不能举个例子？嗯，就语言的沟通有代沟吧。对方有年纪很大吗？你说会代沟是年纪大吗？不会很大。对方年纪不会很大。对。但是沟通是有代沟的。对。所以会吵架是不是？同性恋之间的恋情也会吵架吗？对啊，当然会吵架。会吵架。嗯。哦。然后呢？是谁说要分手的？双方不是要说哦，因为觉得双方这个不合，就可能要分手、嗯，所以双方都有这种观念，就是要分手就对了。嗯、对。哦，会难过吗？如果同性恋之间的感情、啊、分手，跟异性恋也是一样，会难过。会啊，还是会难过哈、哦嗯。哇，会伤心呐、啊。不过我觉得同性恋的朋友，对不对？在感情遇到创伤的时候。他跟异性恋不一样的，就是异性恋可以找家人，找一般的人，对不对？吐苦水嘛。嗯。可是我想请问西先生哈、哦，当一个同志在你的感情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怎么样找人家吐苦水？你会找谁吐苦水？有吗？还是你自己承担呢？几乎自己。几乎都自己承担哈、哦，哇，是不是？大家来听一下哈、哦，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同志朋友还是比较不公平的、啊，哦，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同学，我失恋了，哦，我被抛弃了，哦，我跟我老公吵架了，你不能讲这种话嘛，对不对？嗯。哦、台湾大概有多少同性恋呢？我们金君宏，你认为有多少同性恋？同性恋有多少？你认为？你知道吗？多不多？你觉得多不多？蛮多的。是蛮多的。那个君宏、根据呢英美他们做的统计了、哦、英美做的统计啊、哦，它是这样子，我们。不止同性恋，我们的话包括双性恋，包括呢这个跨性别，大概是3%到5%的人口，3%到5%的人口啦，这样子。所以如果以台湾2300万，哦，如果说以5%来看，那也不少了，对不对？也将近有100万人口哦。本身的话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是呢跨性别者啊。哦谢谢我们的 Color、哦、我们 Color 他要为我们西先生说西先生加油、嗯、要为你加油谢谢、哦、来西先生请问你、哦、这个有的人说同性恋、哦、都很爱做爱很爱 make love、嗯哦、很爱吃香蕉我们志伟送你香蕉
志伟，你送他一个香蕉。我问你哈、哦，这句话是真的吗？同性恋者、同志者都很喜欢做爱吗？嗯，你最频繁呢？一个礼拜做几次？看感觉吧。看感觉，哦，看感觉。那感觉最对的会怎么做？若想要做，做啊。会每天做吗？嗯，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有可能是每天做就对了。嗯、对。哦，看感觉。那有没有那一种，就是说你想跟对方做，对方不想做？也有啊。或对方想跟你做，你不想做？也有。也有哦、嗯、啊，怎么办？如果你想要做，对方不做，那你会怎么办？那就不要。啊，同样的，他想做，你不想做，那也就不要。对。还是就勉强，眼睛闭闭的，腿张开。那就不要。就不要做了哦，就不要做哈、哦。好啊，请问西先生，今年28岁哈，15年的同性恋的生涯，你觉得你？对你来讲了啊、哦，你是辛苦不辛苦？这15年了，辛苦啊！这十五年还是辛苦的、嗯，为什么是辛苦？嗯，什么是辛苦？能不能跟我们今天台湾万花筒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什么事是辛苦的？15年了，才辛苦的。对家人，你有没有跟家人讲？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有多少兄弟姐妹？几位兄弟姐妹？一位而已，弟弟还是妹妹？妹妹。好，然后妹妹知不知道你的同志身份？嗯、知道了吗？应该知道了嘛。那等于说、嗯、你没有对他直接讲，嗯，你认为他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啊，你是用什么去猜妹妹知道你是同性恋的身份呢？你怎么猜的？感觉他的感觉。感觉他已经知道了。嗯。他会问你吗，哥哥？你是同志吗？不会啊，他不会问你。妹妹几岁了？二六应该懂了啦，应该懂事了嘛、嗯、对不对？哇，妹妹有没有男朋友呀？有啦，所以妹妹不是女同志就对了、嗯、妹妹不是女同志、嗯、好，然后呢，我请问你哦，如果你这26岁的妹妹啊，她有一天她问你，她说哥哥你是同性恋吗？如果她这样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嗯，就说不是啊。你还是会说不是。十、哦、月富法你好，欢迎你进来哦。我们今天台湾万花筒哦，很高兴呢，为你请到呢，我们呢啊，西先生啊、哦，他呢很勇敢的，也很乐意的担任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哦，来分享呢15年的同志生涯啊、哦，也希望呢我们大家能够呢给西先生多鼓励，好不好？当他的精神后盾啊、哦，也透过今天的访谈，让大家更了解同性恋是什么啊、哦。尤其呢，我们如果有反同的朋友啊、哦，你有什么不了解的，或想要问西先生的，也都欢迎你呢把它打出来啊、哦。我们呢，十月富豪说勇气十足，加油！谢谢，谢谢你啊、哦，谢谢啊、哦，谢谢。这个。你还是不会跟妹妹直接回答你是同性恋，为什么？嗯，还是有压力。你觉得？对，有压力。妹妹接受不了，是不是？妹妹接受不了，就有压力。有压力，所以还没有办法说跟妹妹说，我就是同性恋，对不对？嗯、对。那爸爸妈妈更不可能说了吧？如果你妹妹都会有压力的话，那爸爸妈妈呢？如果你爸爸妈妈有一天问你说：“儿子啊，你怎么没有交女朋友？这么28岁了都没有带女人回来睡觉，你是同性恋吗？”如果他直接问你，你怎么办？他说：“不想结婚啊。”不想结婚？怎么可以不想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没听人家讲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这样妈妈怎么受得了？妈妈以后怎么跟祖先交代？你是家里的独苗，你不想结婚，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结婚？就如果结婚了、啊、怕又离婚了。结婚又离婚，你干嘛结婚又离婚？结婚离婚也没关系，对不对？你就给我结个婚、啊、让我抱抱孙子，对不对、啊、结婚了、啊、结果都没小孩、啊、怎么会没小孩？你那么壮，妈妈给你生的那么高那么壮，
哪会没小孩，对不对？来，这个 Linda 问一个同志这个问题，她是个女孩，她说请问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对女生有感觉过，有没有？你会对女生有感觉，这种感觉一定不是什么看她欣赏，而是说性欲的冲动。没有耶，都欣赏耶，完全对女生没有性欲的冲动。会不会想看看女生的那个胸部？不会。想要摸摸一下她的胸部？不会，都完全不会。你看到女生的胸部会害怕吗？都没感觉，完全没感觉，完全不想看，没动机，完全不想看。嗯，是不是？所以那种什么脱衣舞那种，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想看吗？要看吗？对不对？所以那个都不会想要看就对了，完全没感觉了哦。纯欣赏。对啦，我们这个欣赏，当然美丽的女孩谁都会欣赏嘛，对不对？就是英俊的男生谁都会欣赏。不过我们在性方面，一个同性恋的男生他是对女生完全没有感觉啊。来，我们的榜师十月富啊说，以前有没有交往过异性？有吗？没有，完全没有交往过异性。所以你很确定你是同性恋，你不是双性恋，是不是这样子？哦，我知道，他不是香囊双人插头啦，他有一个那个行话，就是说双性恋，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那就是什么插头？香囊金桃啊，香囊金桃，那是香囊插头。但是我们西先生他是很纯的同性恋者了，对不对？好，这个啊，十月富啊问说，什么情况下会发觉自己喜欢男生啊？什么情况？以目前哈，对，因为他第一次喜欢男生是国一的时候啦。你目前还没有喜欢的男生啊？没有。哪一种男生对你会比较有感觉，比较会吸引力，对你比较有吸引力，有没有？譬如说我这边哈，我们在直播室了哦，你能不能随便讲一个？你认为你这样看他的照片，因为我们在上龙一榜很多男生嘛，你觉得哪一个你会觉得比较对你有吸引力？像那个之前那个玉任，陈玉任啊，陈玉任就是你的菜就对了，是不是？好，我有他的照片啊，来，陈玉任，有啊，我们来看看哦，他的菜就是属于陈玉任这种啊，我应该把他照片传给你，我帮他拍的啦，我帮他拍的，在那个台湾小姐，他有去台湾小姐演唱啊，我帮他推荐的，然后我就特别帮他拍照片要给他，哦，陈玉任就是你的菜就对了，是不是？哇，陈玉任是你的菜，那你知道菜头吗？演艺圈有一个叫菜头的艺人，那菜头是你的菜吗？不是，菜头就不是你的菜啊？为什么？所以你的菜有什么特质？你自己比较喜欢怎么样的男人？嗯，比较可爱，比较喜欢可爱。那菜头不可爱吗？菜头我锅追吗？菜头就不是你的菜啦，你喜欢陈玉任。大家还知道陈玉任吗？记不记得陈玉任有来我们的节目唱过歌哦？有，我有陈玉任的照片，在这边这一张嘛，这就是你的菜，就你喜欢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对。你喜欢他哪里啊？他的哪五官你喜欢什么？哦，你喜欢他什么？那眼睛吧。哦，你喜欢他眼睛眯眯眼的，你喜欢那种感觉啊？嗯。哦哦，好好，你有放大给大家看，哎呀，很好啊，好，这张我到时候给你。你去把它放大，哦，放大每天陪你睡觉。你喜欢，来，这个他喜欢的啦，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来宾陈玉任啊。上次直播到一半中断了啊，有啊，有这个事啊，哦，我注意一下有没有。这是陈玉任呐，哦，陈玉任，哇，谢谢你啦，问陈玉任呢也会很开心呢，哇。汤丽炫老师也该羡慕啊，因为啊，我觉得不管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接纳对方的爱啦，啊，如果我们被爱上，其实都是很感谢大家啦，啊，谢谢啊。菜头也是同性恋吗？不是哦，这个我就不知道，而且我也不会去讨论人家是不是同性恋，我也不会去问，因
因为这不重要。因为这不重要，对。而且的话，除非是对方他自己愿意公开。就像的蔡康永一看就是了。哦，蔡康永一看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说康永哥是同性恋，这个没有问题。对。因为他都已经公开承认了，对不对？哦，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其实对还没有公开的朋友，哦，除非是他自己愿意公开，没有我们也不必猜啦，猜也没有用，对不对？哈、哦，来，这个十月富豪说什么？他们也是找同性恋怎么样？他们找同性恋的什么？哦，他们也是找，他们也是我同性，他们也是找同性恋的喜欢吗？哦，什么意思？他们也是找同性恋的喜欢吗？不懂意思，什么同性喜欢？如果是纯粹的同性恋者，对不对？那他一定对女人没有兴趣啊。我绝对。那我问您哈，你有没有被女人欣赏过？没有、欸，也没有了哈。啊，你也不会去欣赏女人，对不对？那我了解哦，这个就是很特别。来。再问一下呢，我们15年呢同志身份的西先生啊、哦，很多人讲说艾滋病 AIDS 啊、哦，会跟同志画上等号、哦。来，你对艾滋病了不了解，熟不熟悉？我知道。哦，然后呢，有人说，哎呀，你搞同性恋都要得艾滋了，你有曾经会担心自己得艾滋病过吗？我都有在检查。哦，你都有在检查哦。你都是怎么样检查呢？就去医院检查。哦，多久去检查一次？会一个月吧。你干嘛一个月检查一次？你也太频繁了吧！你一个月要去检查一次，为什么？不必的，不必那么频繁。不然就三个月一次。对啊。不然就是啊，不然就是，如果有做的话，就三个月一次。三个月就好，不必每个月再检查啦。真的，安尼哦，你的手哦，拢用拄啊专家呢。他那个。艾滋病的病毒叫 HIV 啊、哦，它呢，什么情况要检查哈、哦？就是有发生危险性行为三个月以后，因为什么？因为呢，给他过了那个空窗期了，三个月以后，哦，那什么叫危险性行为？哦，不是只有男生跟男生的性行为，男生跟女生的性行为，女生跟女生的性行为都一样啊。这个跟同性恋没有关系，这样了解吗？我想请问你哈，西先生，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在教育哈，叫安全性行为嘛 ，safe sex， 哦，然后呢，你有没有用安全性行为的经验过？就是没有戴保险套，没有全程使用保险套的性行为有吗？有啊。那我请问你哈，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做宣导嘛，一定要安全性行为。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您呢会做这一个没有防护的性行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那时候没有保险套吗？还是不想用？还是对方不让你用？还是你自己不想用？是哪种情况？那时候没有。哦，那个状况想要有性行为，但是没有保险套。嗯，那个地点在哪里？会有这种情况，在哪里啊？三温暖吗？对。哎，三温暖现在没提供吗？三温暖不是有提供保险套没有吗？现在又没提供吗？是有，只是不好意思跟他拿，还是没有去拿。就懒得去拿。哦，懒得去拿，要去拿啦。我们的同志三温暖哈、哦，我们政府在那边都有。免费的保险套，所以你会懒得出去拿，是不是？是怕，是不是说出去怕火又冷掉了，是这样的想法吗？不是，去了又你的那个房间又没有了。哦哦哦，就怕房间又被占走了，就对了。对。哦，所以就干脆不必防护了。嗯。哦，那这一点要改过来了，西先生。哦，一定要啦，真的，真的。哦。我老实跟你讲啊，你可以这样子吧，以后你去三温暖，哎呀，你要保险套，我这边很多，你待会带一包走。我保险套买好多，你相不相信？我买都买一整盒，我给大家看，有没有人想要保险套啊？都可以来跟老师索取。我每次买都买一整箱哎、欸，因为我觉得哈、哦，我觉得我们是做善事，我不晓得你们的想法
哦，来，我们各位好朋友，这就是通灵圈老师哦。老师保险套都拿整打的，你知道吗？那 我都拿整打，可以啊。老师，您怎么要办一整的？我怎么不是我不自己合啊？你要跟谁做？我要不是我跟你讲，我要跟谁做？谁都可以啊。哦，来，有没有人想要来答题送好礼？我们来答呢保险套。哎，这一包几个保险套啊？我知道有，这个是卫生所的。哦，老师都拿整箱的。这样知道吗？为什么？不是因为老师都送给人家做善事，你了解吗？那个送给你，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袋子里面，好不好？我送给你。哦，为什么？因为我有儿子啊，我也有女儿啊，对不对？他们每次要出去外面郊游，哦，不跟我回来。我让我赶紧塞一个在包包，我女儿我也会，我这个老爸很厉害。我说你给我带着，他说爸爸你不必给我，我还有上次给我的还没用。他们都喜欢用一些杜蕾斯比较。没有，我跟你讲杜蕾斯那个我跟你讲哦，我个人还是对卫生所的比较有信心。哎，你们那个用卫生所的最好了，又便宜，然后呢又绝对是 latex 的，这个不。为什么要杜蕾斯？杜蕾斯是比较薄，是不是？超薄。可是超薄有时候危险，你知道吗？不会啊。要用杜蕾斯哦。他们都喜欢用超薄。哦，干嘛？因为你太厚，用都没感觉啊。会这样子吗？哎呦，真的有这么啰嗦？太厚会没感觉？怎会没感觉？一个人在前面还没感觉，把我当死人吗？哎，真的哦，他们真的是喜欢杜蕾斯、哦。不然怎么会推出超薄的？对啊，我也不懂啊、哦。可是这一些我真的是不懂了、啊、哦。但是杜蕾斯也有什么草莓口味？哎呦，还草莓口？草莓口？我要草莓口味，我干脆去买草莓吃。好的，这都是塑胶味。不是，因为我们这防范，这个是防范 HIV 嘛，对不对？这个安全性行为。然后呢，如果要草莓口味，我就干脆去买草莓，把它摘一摘，摘一摘，对不对？把它剁一剁，把它涂在身上，这不是草莓啊、哦？谢谢啦，老师用太凶了。不是，我就是告诉大家啦，哈、哦，老师还是觉得啊、哦，觉得就是说，信这个东西好像吃饭嘛，没有关系，其实色性也啊、哦。如果我们没有勉强人家 ，why not？ 但是老师还是要教西先生，因为你才28岁哦，你才28岁，你不要说这个逞一时之快，然后你忘了安全性行为，然后呢再去检查，3个月再去扎针，再去检查，哎，你去检查这样子。看结果报告你不会紧张吗？会吗？嗯，会啊。对啊，还是会紧张啊，对不对？所以干嘛？哦，各位吗？有性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安全性行为啊、哦。会。事前会做什么清洁的动作？来，这个是10月护法。能不能谈一下？因为也许他想学了啊、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一跟零这种身份嘛，好不好？如果说做一的这一个同性恋的这一个角色的人，他性爱前要做什么样的清洁动作？做一，当然都是要先清洗啊，洗澡啊，对不对？哦，对，一定要洗澡，尤其那个小弟弟要洗干净一点，好不好？哦，这个是一比较简单，那零呢？如果说你扮演零的时候，你怎么做清洁的动作？怎么做？就是要，也是要清洗。通常嘛，有时候要通常是吗？对。啊，怎么通？通常怎么通？那你就直接用你的手，用直接手伸进去肛门里面这样洗哦。对啊，不然你要怎么洗？哦，真的，手指用哪一根手指？看你要用哪一种。真的、啊，真的可以伸进去这样的，可以伸进去洗啊。可以啊，哎呦，真的 哦，所以零号其实比较辛苦，对不对？因为零号要去通肠啊、嗯，对不对？要去先把肠子通一通、嗯，哦，所以你是用手直接穿进去，啊啊，水这样子灌进去洗就对了。对啊，这样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还是要洗干净就对了，洗干净啊、哦，哇，哎、欸，因为我觉得当零号比较辛苦、欸，哎，我不晓得，当一号好像比较简单，你呢？你比较喜欢当零号还是一号？你自己偏一啊，你比较喜欢一啊，哦啊，但是有时候如果说对方是一，你没有办法就跟他配合，为了爱他的就跟他配合，就当零是这样子吗？嗯，算是这样子吗？看感觉吧，看感觉。哦，应该都偏一吧。你是比较偏一，但你也可以零，对不对？嗯。那是不是有一种同性恋者，他只能够零，他没有办法一？那也有的是只能够一，没办法零，应该是这样子吧？嗯、对不对？嗯、那我请问您，那您算比较好啊？如果说你遇到的是只能够零，嗯，那你可以一嘛？而且你是偏一，就当然你就赚到了、啊。嗯。那如果你遇到另外一个是纯一，那你是偏一，所以的话呢，你就当零，是不是这样子？嗯，这样没错吗？嗯，所以不管对方是什么角色，你都可以吃啊，嗯，对吧？那如果有种情况，如果两个都是纯一，那就没办法了嘛，是这样子说吗？嗯，对。哦，那能不能请问一下西先生呢？就是说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一定要一零吗？如果只有六九就好，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还是可以嘛、嗯，对不对？可以互相沟通嘛。嗯，你有没有过性行为哈、哦？只有六九就好？有，常常也常常啊、嗯，就是不要一零这样子、嗯。什么情况会不要做一零呢？什么情况？谢谢我们的 Coco 哦 ，Coco 现在在那个叫做什么啊、哦？她是孕妇啦、嗯，所以现在在安胎啊。哦我们欢迎 Coco 进来，台湾娃娃童。我们今天呢做特别节目，庆祝呢我们台湾呢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平权法。那今天呢，请到呢15年同性经历的西先生，现年28岁，来跟我们分享同性恋的内心世界啊、哦。我们欢迎 Coco 进来。那如果我们各位朋友对同性恋，有不了解想要更了解或者有什么问题呢，现场都欢迎你们提出来哦，让我们呢因了解哦而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来支持不同性倾向的朋友哦。所以你想的也是有啦、哦、来，有的人会说哎呀同性恋者、啊、都是滥交哦，滥交就是、哦、这个啊、很多性伴侣的对象，这句话是真的吗？你觉得是真的？依你来讲、哦、你这15年来了，15年的同性恋的经验、哦、大概有跟他发生性关系的人算起来有没有100位？没有、欸、有没有50位？差不多50位大概有就对了，50位有啦、哦、所以的话对异性恋的朋友来讲哦，这个数目会很多吗？还好啦，50位啦。来，十月复华，他在自己的朋友圈是公开的吗？有没有出柜？你目前算有没有出柜在朋友圈、嗯？他们都知道吗？他们都知道，但是不会特别去讲。嗯、对。哦，不会特别去讲，不会说上班就我是同性恋。穿个制服，我是同性恋 ，I'm a gay，、嗯、不会啦。对，但是同事呢，他们都会知道，在职场上会因为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啊，被霸凌，或者是被欺负，或者是被不平等的对待吗？会吗？嗯，不会，不会啦。哦，所以在工作上还算挺好的，嗯、对，不对？哈、哦嗯，来，我请问哈、哦，就是说，谢先生，这15年来哈。哦你跟他有性关系的人大概有50位左右了啊、哦。当然有些时候并不是因为相爱，而是互相解决性的需求，是不是这样子？嗯，对。对嘛，哈、哦。好，那能不能让我们异性恋的观众朋友知道一下，就是说一个同性恋的男生是这个遇到男人都好吗？譬如说。如果菜头，你会想要跟他做爱吗？不会。菜头你是完全不会。对啊。哦，所以也是会要有感觉才有办法做，嗯、不是男人就可以做。嗯，
那像那个有办法做吗？那个很 man 很阳刚有没有？那个恭维龙也恭三字经，那一位谁啊？他常在网络上开健身房，那一位是什么馆长啊？馆长，你会想要跟他做吗？不会。他你也不会，他很 man 呢、欸，他很 man 呢、欸，大 muscle， 他你也不会，嗯，完全也不会，没有动机。嗯，啊、如果他想跟你做，你会愿意吗？他也不会吧。哦，但是他也不是你的菜就对了。嗯、哦，所以我们同性恋的朋友也是有他喜欢的类型。嗯。哦，要有那种菜，哦，不是你的菜，你没有用。是不是？嗯，哦，那这样我们了解了，好了解。那谢谢。那我再送一首歌。好啊，哇，好棒哦！来，我帮你找音乐。叫什么？阿妹的彩虹。阿妹的彩虹，好啊。来，我来帮你找音乐哈、哦。阿妹的彩虹，哇，其实很谢谢张惠妹呢。张惠妹在我们台湾哈、哦、推动同志平权运动，她好努力哦，她也奉献很多。我从那个阿妹的彩虹，我从那个叫什么系统，有一个哦，你要，可是这个有歌声的没关系是不是？你没有要歌声的吗？哎，你决定阿妹的彩虹吗？嗯，好，我帮你找阿妹的彩虹。那大彩虹就好。哦，彩虹啊，彩虹就有了，嗯、彩虹，哇，彩虹。是不是叫阿妹啊？来，那你找哦。我们阿妹，哎，这个就是这个，这阿密特就是阿妹。我刚有看到这个就是了。不是可以，可以哈、哦。嗯。好、哦。哦，给大家听阿妹。可以，来，我来，你唱，我来，音乐我来用。来，阿妹的彩虹。我们呢，15年同志生来的西先生为我们献唱。
哇，谢谢唐林轩老师，哇，谢谢啊、哦！来，我们这个来宾呢被抓包了，他说你对嘴的，你会唱歌，为什么你没有唱？跟我们解释一下。来，我们谢谢小宝，小宝你好呀、yes ，你不是会唱吗？可是你刚才为什么对嘴？是这首不会唱还是怎么样？啊，还是不方便唱？对，好、哦，刚好现在不方便唱了哦，因为。要有那个麦克风，麦克风比较 OK 的啊，我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太long工了，所以怕你们听不到。对了，所以他敢用对嘴的了哈，谢谢啦。不过阿妹的彩虹啊、哦，来我们的十月复跑问、哦、目前我们的同志西先生目前有没有爱人？有没有亲密爱人？有没有、嗯？没有。目前没有。那他有另外一个问题说。那如果你有一天你有爱人了，目前呢台湾同志、相爱可以去登记为夫妻关系，你会去登记吗？将来如果你有遇到的话、嗯、可以，也可以去登记就对了、嗯、对哦，所以你也是会去登记、嗯、哦，谢谢谢谢哦，这个各位哇，我们今天呢这个台湾话筒特别节目庆祝台湾哦，我们马来西亚我们的性学博士 CK 你好，他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哦、我们的 CK 谢谢 Chu， 我们台湾呢庆祝呢同志平权运动，我们同志呢可以结婚，已经通过了，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谢谢，然后下个礼拜五啊、这个5月24号就可以去登记了啊，所以今天呢为你请到呢西先生，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同志朋友，来到我们台湾万花筒来跟我们分享同志不为人知的世界啊、哦！各位观众朋友，对同性恋有什么迷思，有不了解的地方啊、哦？想要问问题，或者想跟我们西先生做朋友的话，潘轩老师都愿意帮你搭起友谊的桥梁。来，请西先生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嗯，哇。这个你比较喜欢怎么样的男孩子？怎么样男孩子是你的菜呢？因为你是28岁嘛，大概年纪呢？年纪的区分大概什么时候？就跟我年纪差不多就好。差不多了哦，因为他是28岁啊，年纪差不多。然后呢，身高你还蛮高的，你有多高？177。你177？嗯。哇，你身高在不在意啊？身高还好。身高还好。对啊，娇小的可以吗？有娇小的160公分的那种可以吗、嗯、感觉比较重要，感觉比较重要哦。来说什么同啊，小方上要问什么呢？同性恋都很帅，不会有可能喜欢女生，会不会有可能喜欢女生？他问这个问题，因为同性恋当然也有帅的，那你算帅吗？他同性恋都很帅，西先生，你觉得你是帅的吗？嗯、在同性恋当中，你是帅？不是不是，我在讲说我们以那个水果来分类好不好？我用 A 级的苹果，就是高档的 A 级的，那 B 级的就比较小，嗯 ，C 级的还可以、嗯、啊。啊，如果那个 D 级的，就是快被烂掉不了妹啊，叫哎，嗯，那以。同性恋的圈子来讲，光就外形呢、啊嗯哦、我们其他的不讲，光就外形、嗯、你觉得 ABCD 你是属于哪一级的？你自己认为你的外形 C、哦、是属于 C 级的、嗯、对吧？对，那说什么？哦，来，有没有可能以后会转性变成异性恋、欸嗯、可不可能？应该不会吧。不会啦，那个十月复法，这个一个同性恋者、哦、我们不要寄望说他变成异性恋，就好像是我们也不能寄望一个异性恋把它变化成同性恋一样嘛，对，对不对？哦，所以的话呢，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我请问西先生哦，你在15年的同性恋生涯、啊、有没有去爱过异性恋者？就他是异性恋。嗯，但是你因为工作或者是读书跟他相处，那不小心去爱上他，会不会这种情况？嗯、
会啊，去爱到不该爱的人，会啊，啊那种情况会怎么办？你自己会怎么办？嗯、会跟对方讲吗？嗯，不会。你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嗯、对对对。哦，有的藏在心里，爱不在在可怜的呢。嘿、嗯，爱在心里口难开，很可怜呢。嗯。啊啊，后来都怎么办？就都不了了之，是不是？嗯。对啊。也不了了之了哈。来。可是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去？老师，你什么时候 要去登记结婚呢、啊？你是问我还是问西先生？他说你啊。啊 Coco， 那我要跟谁登记？啊、要登记，要有一个人跟你登记吧，对不对？我带我家的小狗去登记可以吗？啊、哦，所以你问说老师，你什么要去登记结婚啊、哦？我是这样，我对感情我是不排斥了、嗯，但是我已经习惯一个人过了，一个人过也不错了哦。所以老师是等待，但是不期待，等待不期待了。因为期待越深，失望越大啊、哦！来，我们欢迎小猪进来，银河，谢谢你啊、哦！再次谢谢大家热情的哦，送礼给我们的西先生。今天你们送的礼物，我们哈、啊、会把它化成呢台币，当他今天的通告费。嗯，你今天对你的通告费有没有信心？嗯，有，有信心哦。好啊，所以呢。我们呢 ，up 的贵宾啊、哦，西先生其实他是很勇敢呐、啊，他愿意呢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哦，来公开他同志的身份啊、哦嗯，我觉得让我蛮感动的。谢谢林业志，谢谢。我问一下西先生哦、嗯，我们的观众都会送你香蕉、嗯、哦，为什么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呢？他们都会喜欢用香蕉来做比喻，为什么？嗯、这个异性恋都是用水蜜桃。那同性恋就是用香蕉，这又为什么？那就那个很像香蕉啊。哦，什么像香蕉？就男生的。男生的阳具像香蕉，是不是、啊？哦，所以用香蕉来比喻，这个很恰当，就对了。嗯、那同性恋之间谈话会说：“你要吃我香蕉吗？你要舔我的香蕉吗？”可以这样问人家吗？不能啊。哦，不能问了，这不能这样问了，来。一个人太孤单了，难怪你会经常出国旅行啊、哦！他说你、啊、哦，他又说我，谢谢 Coco 啦。我出国其实都是那个啦，都是在做节目啦。我还好，唐立轩老师的话，我个人比较知道怎么安排我的生活，嗯，而且我还有妈妈要照顾啊，对不对？像我们今天节目呢，一点会准时收播，因为要去带我妈妈。今天下午呢，在台中呢国家歌剧院明华园来演歌仔戏，嗯、啊，阿草公布啊来看寡喜这样子哈。燕、嗯、子，谢谢谢谢啊。说你绿色直播不做呢？啊，不做黑的，对，我们一定要绿色直播了，对呀、啊嗯。但是我们今天来谈呢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哈，很感谢西先生，我们是站在教育的立场啊。来呢，让大家更了解同志本身是什么样。很多异性恋的朋友或者是恐同的朋友，他们可能一辈子根本没有接触一位真正的同性恋朋友。哦，今天呢，透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做双向的沟通，互相的了解啊，避免误解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呢站在做社会教化很重要的意义啊。来，十月富华说，来宾喜欢多少年纪范围的男生呢？刚刚有讲了。他来宾本身是28岁嘛，对不对？嗯、所以呢，他希望在28岁左右的，大概是他的年纪的 range 啊、哦。Coco 说，老师你还蛮孝顺妈妈的啊，这一点应该是啦、啊，因为我还蛮传统的这样子啊、哦，我是属于传统的男生。嗯、谢谢谢谢。来，我问一下西先生哦。有些人呢，对同性恋者或者是啊变性人弄不清楚。来，我问你啊、哦，这个西先生，你有曾经想要变性过吗？没有哎、欸，完全没有，一点动机都没有。嗯。哦，如果说现在变性不必钱，而且还给你一笔奖金，10万块，10万块给你奖金，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变性？也不会、欸。也不可能。你不可能为了10万块，是不是？所以各位大家知道吧？不是每个同性恋的人要去变性，
是这样讲没错吗？对吗？另外还有就是说，有同性恋者，他本身呢会男生喜欢穿女生的衣服，或者是打扮成女人的样子，我们在医学上叫变装癔症者。请问西先生，你会想穿女人的衣服吗？不会，完全不会。嗯，想要扮女生吗？不会，都完全不会。所以你也不是变装癔症者，对不对？嗯。哦，所以这样大家了解吗？嗯。哦，就是同性恋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状况哦。所以大家不是说都大家都一样的，嗯，这样了解了哈。那你自己有没有认识过或者是接触过，哦，那种男生喜欢扮女生的那样子的朋友？像我们曾经有一位来宾叫大奶叔，嗯，他就是男生扮女生。这里有大奶叔，我应该有他的照片。上面有？没有，因为他没有上荣誉榜。哦，因为上面照片只有上荣誉榜。大奶叔他在网络上还算蛮有名的呢，你不知道这个人吗？我给你看他照片。大奶叔，你们知道大奶叔呢？他也来参加过汤立轩老师的节目咯。但是大奶叔他再三强调他不是同性恋者。来，这一个有没有？大奶叔网红咯，勇敢做自己，嗯，这一位。嗨，我们英语话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记得汤立倩呢很高兴为黄道，你知道这位吗？红人，嗯，知道，我们叫大奶叔啊。大奶叔好。你好老师好。哇，你好哦。大奶叔的话本身住在哪里？我住在台北。哦，住台北啊。哦，那这次呢很谢谢你从台北特别到台中呢，大奶叔，哦，直播室来参加汤立倩主持的台湾玩玩堂这个节目啊，哦，谢谢你。那能不能告诉我们的英语话的观众朋友，您呢这个扮装的大概有多少时间呢？大概3年半，快4年的时间。哦，大概快4年时间哦。那4年前是什么样的典故你会喜欢扮装呢？典故就是那时候生活有点无趣，嗯，好想要给自己一点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不，其实很久以前就想要做的事情的。对啊。那我们在一个男生对不对，大人数本身还蛮高的，有多高？184公分哦，嗯，他的这个体态呢非常的美。那你觉得哈，我们跟男生要来扮女生，觉得他最困难的地方会在哪里？最困难的地方，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胆量的突破吧。胆量的突破。对啊。哦，还有对，怎么样突破，就是世人给予你给自己那种异样的眼光。对，其实这个很不简单哦。这蛮难的。是啊，而且大奶叔呢其实他有时候呢女装打扮，而且是这种性感女装打扮对不对，嗯，然后呢到呢我们路上去走啊，那有时候呢会遇到民众啊打电话给警察来关切哦，能不能用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这个采访哦，是告诉了民众，告诉警察们好不好？这个你希望告诉他们什么事？就是其实我只是一个把自己的这样打扮当作是一种表演艺术，那我就希望就是民众看到的话也不用太过于大惊小怪，因为我在即使在这样穿并没有违反中华民国任何一条法律，那所以其实看到我并不用去太过的做一些太过反应 over 太过反应这样子对，是，那也不用去再劳烦警察跑来这样子。对啊，那如果真的看到不喜欢的话就可以越过不要看，对，那喜欢的话就可以给我一点加油，这样是。我们知道一位网络红人哦，说真的，他的之所以会红哦，一定是有两极化了哦，就一定有支持的，然后有反对的。以目前大奶叔你的情况哦，是平均的话是支持的多还是反对的多呢？我觉得反对的还是占多数啦，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反对，最起码也要给我们一些尊重。
对，因为我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反对，那就开始做一些霸凌啊、攻击的一些行为。对啊，对，那我就觉得，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支持嘛，也有每个人的生活圈。对，那就是给予别人一种尊重。毕竟我这样打扮并没有去影响那其他的任何人。了解哦，所以我们英语圈的观众朋友。哇，大奶叔刚才那一番话哈，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学习跟教育。最少汤立宪老师支持大奶叔，我要投一票支持的一票哈。好，再次谢谢收看今天我们汤立宪的英语新闻报，下次见哦，拜拜。拜拜。哟，来，这位就是大奶叔哈，也是我们的来宾呢哦。嗯。那大奶叔的情况就是说。他虽然呢男扮女装，不过他本身再三的强调，他不是一位同志，嗯，他是异性恋者，嗯，哦，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嗯，哦。来，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西先生了，嗯，哈，我们呢台湾呢经过先人的努力啊，哦，然后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了哈，哦，在你28岁这一年就。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同志婚姻平权运动在台湾啊正式呢啊立法通过，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个同志可以合法结婚的地区啊。这件事情对你来讲高不高兴？高兴啊！高兴哈，哦？为什么？说说看一下你的心里的想法。就。已经撑了很久了，啊，撑了很久了，很希望能够平等被对待嘛， 对， 对不对？已经走了很久的路了，走了很久的路啊，哦嗯！你有没有希望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这个帮助你什么，支持你什么？你觉得当一个同性恋者哦，你希望怎么样的被支持呢？怎么样被对待呢？嗯。就，就互相彼此尊重。哦，要互相彼此尊重。嗯，那你是不是很乐意当一位同性恋者？嗯，对。哦，会乐意当同性恋者。嗯，你知道说这个就是你的宿命嘛？嗯，这也不是你选择的，嗯，但是你就是天生就是一位同性恋者，嗯，对吗？对。哦，所以你会去承担它。会好的过一下你同性恋的生活，是这样子吗？嗯，对。哦，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透过这个节目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因为你家里呢只有两个小孩，嗯，你又是独子，那妹妹以后要嫁人嘛？因为妹妹是异性恋者，她要嫁人，嗯，那可能爸爸妈妈呢把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任务都放在你的身上，嗯，你是家里的独苗，这个独苗又是同性恋，嗯，哦，那。该怎么办呢？要跟爸爸妈妈讲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嗯，你没有办法帮家里传宗接代。可以啊，我想说可以认养小孩吧。哎，可是目前哈，哦，我们的法令哦，因为汤宪老师对呢这个婚姻平权法我有研究，就是我们目前呢，啊，哦，我们没有开放这个同性恋者认养没有血亲的孩子，没有开放。嗯嗯，这样你了解吗？嗯，只能够认养有血亲的小孩。嗯，所以目前你要认养小孩是没有开放的，嗯，所以这是没办法。嗯，你知道吗？这个，嗯，这个有确定，对，要一定要亲属啊。对啊，所以你要认养没办法，除非是你找一位那一位男生他是同志，但是他以前有生过小孩。嗯，有些同性恋者。他因为家庭的压力，嗯，哦，他也是勉强去结婚，然后来又离婚了，那种才可以。但是你也是可以找那个女同志一起啊，就是像你的朋友是女同志，对，那你可以一起跟他说，我们一起生两个，你一个我一个。对，可是你要看他愿意吗？因为有些如果他愿意，当然就是。对，不会生啊！如果不愿意，他一定不会说我不想做这件事。他一定如果愿意的话，他一定会说好，那我们就生两个，还是生三个、四个？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名字叫伪婚呐，啊，嗯，伪装的伪，就是说
男同志找女同志来结婚生小孩，嗯，对，那叫伪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说，我问西先生，你本身是100%的同性恋，嗯，那你看到女人，你根本没有反应，嗯，你怎么有办法跟女人生小孩？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啊，可以用那个人工受孕，人工那个。哦，你是要用人工去受孕就对了。对啊。对呀，啊，如果像一般的异性恋，如果真的生不出来，对，那怎么办？对，但是对，但是你去人工受孕要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帮你们诊断，你 OK 啊，他也 OK 啊。你可以跟医生说，我是同性恋。对，可是如果说医生知道你是同性恋，对啊，那你要用人工受孕，这样医生愿不愿意帮你呢？这个又牵可应该是可以，这又牵涉到哦这个医学伦理的问题，哎，这个。有些医生他未必会愿意，哎，真的。现在医生不怕没病人呢。哦，当然我们这没办法律专家。哦，我们国代前国代邓鸿吉，你好，谢谢你啊，哦。他现在人在北京呐，啊，谢谢来看汤炫老师，台湾万花筒哦。今天呢，为你请到呢，我们15年哦同志身份的西先生，现年28岁哦。所以其实这个又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啊，嗯，来我们这位好朋友，哇，小鱼你好，我们的Coco 说什么，哇，1点要带你妈妈去台中歌剧院啊，这个看歌仔戏，对，红酒杯啊，女 T 和男 gay 有可能生小孩吗？可以啊，自然的是有可能啊，他就跟一般的异性恋一样，对啊，只是说只要有那个卵，那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对。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女 T 她不愿意，她未必她愿意。除非是好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对想要小孩的话，对。所以这个又很复杂，因为伪婚这件事哈，在我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会更复杂啦。嗯，哦，真的。那你们不觉得这样子把生活变得更累啊？那个叫伪婚，也是想说假结婚呢，啊。对啊，假结婚就是伪婚呢，啊，对啊。对，假结婚是啊，对啊。就你可以说先结婚啊，结果再离婚，我知道，就是先生了小孩以后再离婚。哎，你知道吗？你们问一下女人呐，啊。哎，生小孩不是那么容易耶，不是生个鸭蛋鸡蛋呢。但是他一定是 T 啊，他要怀胎10月了，嗯，对了。那有些 T， 像你如果是 T 的话，男生这一部分他可能不想怀孕，你只要挺个大肚子10个月，他哪受得了？他受不了的，他不要。那可能女生那一部分，他愿意吗？哦，如果他想要小孩就可以。是哇。你好，那生下来的小孩子的性向呢就不知道。红酒杯应该这样子说哈，红酒杯，其实每一位同性恋都是异性恋的夫妻所生的嘛，就天生的啊，他是天生的哦，这是一个比例问题。然后的话呢，如果两位是同性恋的这个父母，他们呢用体外受精然后生来的孩子会不会同性恋不一定，这是看一个比例，哎，对哦，不会说他一定是同性恋或是一定不是，这样你了解吗？红酒杯，其实我们最重要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同性恋都不是自己选择的啦，嗯，都是天生而来的，嗯，哦。然后汤丽娟老师，哎，蛮希望啊，就是说啊，如果要做伪婚啊这种等等的事情呢，哦，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哦，不要把呢这个简单的事又变成复杂化了啦，啊，怕那时候啊会更加的麻烦。你要现身了，对，可以，最后呢可以哈，好，最后我们的西先生要现身了，哦，如果你支持他的勇气的话，对不对？那请给他多送一点礼物就对了，来。大家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哦，我们的西先生，先生呢，谢谢你，哇，谢谢你这么勇气哈，然后在汤丽娟的这个节目呢，
来出柜了，你今天已经出柜了。嗯，谢谢小鱼，谢谢你，谢谢小鱼。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你为什么想出柜？刚才还戴着面具，还戴假发，结果你到最后来给我这一场，你这个太有戏剧性的吧？我没有给你出柜，你自己要出柜，为什么？那就谁啊？那个谁？那个 Coco 啊，是林彦姿，有 Coco 啊，林彦姿啊，他们都想看红酒杯啦，小鱼啦，他们都想看你庐山真面目，是不是？哇，看上你不小心爱上你了，对不对？哦，他们以为是谁大明星？哦，真的是你也是大明星啊，我觉得你挺棒的。嗯，哦，这个现年28岁。啊，13岁发现到自己是同性恋，15年的经验了啦，西先生，嗯，谢谢你啦，跟我们分享啊，哦，这个他说放心，我不会爱上你的。Coco 是女生嘛，所以他当然不会爱上一个同性恋的男生，他，哦，是女生啊，哦，红酒杯哈，哦，谢谢你们啦。不过我还是要提醒西先生啦，就是尽可能哈，哦，还是做安全的性行为了，嗯，对，好不好？哦，尽可能。虽然呢，我们呢这个卫生所的没有超薄，嗯，但是我们卫生所的便宜又好用，嗯，哦，所以每次性行为请记得要使用 condom，嗯，好不好？嗯，来，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西先生，你有没有去找男妓过？异性恋的男人会去找妓女吗？那那个同性恋的男生是不是可以去找男妓？没有，我没有。你没有去找过男妓，嗯，社会上有没有男妓？有没有？应该是有吧。还是有，但是你没有去找过就对了。你有曾经花钱，然后呢跟男人有性行为这样子过吗？没有，也没有就对了。所以你这将近15年近50位的性对象，东西边几年，假边几年，嗯，是不是这样子？哇，没败哦。那你不就赚到了？你有没有一个观念，如果对方未成年最好不要，嗯，你家有没有这种观念？未满18岁，因为你的第一次是16岁，嗯，你有跟未满18岁的青少年有过性关系吗？嗯，还是有，是不是？嗯，但是会害怕吗？因为那是违法的，会害怕吗？嗯，那时候不会害怕，不懂。也还好啊，家人都不知道啊。哦，家人都不知道。哦，因为如果你，啊，因为男生跟男生又不会大肚子，对啦，男生跟男生是不会大肚子。不过现在哈，跟未满18岁的还是会有法律责任的，嗯，真的最好未满18岁不要，嗯，除非是双方愿意啊。可是问题是他还未成年，因为你已经是28岁了。如果他想要的，他想要也不行，你要加等待，尤其他如果未满16岁更不行。来，我把这个法律跟各位讲哈，因为我们从呢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性别法通过之后，哦，在性上哦，老师跟各位讲，如果你跟未满16岁的发生性行为，那绝对是什么？绝对是违法。嗯，而且这个违法是呢，这个非告诉乃论，检察官可以自己侦办，只要他未满16岁，你不可以。嗯，如果16岁到18岁之间，嗯，哦，如果呢他父母提出异议，监护人可以提出异议，也会惹麻烦，嗯，所以各位哦，一定要满18岁，嗯，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同志要结婚，有没有？他要满18岁，道理就在这边，嗯，好不好？给我们西先生做个参考，嗯，哦，好。哇，今天呢台湾娃娃桶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再次的谢谢西先生。节目最后呢，你要告诉观众朋友什么事呢？一分钟给你做个结尾。嗯，一分钟就，啊，很简单，就是祝大家有个假日愉快。好，大家假日愉快咯。谢谢。我是唐丽娟老师，那要准备出发了。我妈妈呢1:30会在台中歌剧院等我。哦，谢谢红酒杯，谢谢红酒杯呢，哇，热情的帮我们撒红包啦，啊，哦，谢谢红酒杯咯。现在汤炫老师呢 ，up 直播节目的朋友哦，我们明天礼拜一，我们呢啊，这个中午12点，大家再见咯，嗯，谢谢大家，午安，拜拜。谢谢。哇，红酒杯啊，你一定要撒红包哈，哦。
那我不要那关机，我这个关机关不来了，他这个要这个撒红包来用。